看看新闻网。好的，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《泰囧》里那位非常性感火辣的泰国演员 Rose？ 那借着这个《泰囧》呢，是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啊！说到这个 Rose， 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吗？啊，我觉得实在是他台词非常少，但是呢，一出现就非常的亮眼，长得美，非常美啊，很重要。而且呢 ，Rose 呢，在今年六月份就正式进军了中国的娱乐圈，他会有什么新的力作吗？来看一下。你说他是男的？绝对的。你敢打赌吗？我什么不敢的？你敢问吗？你敢吗？我敢呢，你敢吗？我敢。你问呢？喂，我电梯里呢。电梯里有俩二。虽然在泰囧中 Rose 的戏份很少，但是对于当时还不懂中文的 Rose 来说，这唯一的一句台词也让他费尽了功夫。我在电梯里看到两个二，两个那如今既然进军中国娱乐圈， Rose 的中文水平到底有没有进步呢？唇部的骨骼也好粗的，但是有一点滑。除了用中文和台下的粉丝进行交流， Rose 还在现场用中文演绎了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《我只在乎你》。除了小清新 ，Rose 加一句重口味来也是得心应手。虽然泰囧的热度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是 Rose 的演艺事业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。在今年六月签约中国经纪公司之后， Rose 的片约和代言就接踵而至。最近 Rose 正在和道哥刘桦一起合作拍摄新的电影，也开心呢，也高兴跟中国明星一起拍电影，他们很有名的，是不是在中国？我也开心跟他一起拍电影。娱乐新天地成都报道。